主料：鲜虾五十克，辅料：水黄瓜、生抽、花椒油、糖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将黄瓜洗净，切成4厘米长的段，雕成喜欢的花形。把中间挖掉成为一个上下通气的黄瓜中状，将虾洗净去头，去皮，留尾部的皮不要去掉。将虾的肚子切开，后背部要切开，去掉虾肠，虾线洗净，把虾肉的一头向里卷成卷，留出尾部展开，做到黄瓜中里，去一小碗，加入生抽，一点点糖提鲜，花椒油或香油，将少许的水调开，蒸锅内加水烧开，把调汁碗和黄瓜中，放入锅里，大火蒸4分钟后取出，将料汁淋在鲜黄瓜中上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水开后蒸4分钟即可，时间不宜过长，防止虾肉老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